容祖儿呢日为有份设计嘅珠宝系列出席发布会，下个星期就系好姊妹阿娇举行婚礼嘅日子啦，当然都唔会少咗祖儿啦。其实我哋就准备咗个人啦，咁同埋喺个 group chat 度不停都喺度研究紧边件衫靓啦，咁然之后就最实在咧就送咗个蛋糕咯，同阿 sa 夹份咯，但系祖儿就话好遗憾陪唔到阿娇试婚纱喎。都幾遺憾咯，因為其實當其時就佢就唔係，我就唔喺香港咯。啱啱嗰日唔喺香港，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唔喺香港。佢話嗰日就睇相咯，唯有。咁婚禮當日，Joey又係咪不醉無歸呢？我適可而止咯，係啊。